那强制放音乐，这么长的地图才4000块，未免太不划算。对啊，刚刚那很不划算，太久了。嗯，等一下，这地图13.92公里，进错了。这张13.92也很长，真的。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哇 ，Hito Kiri 要变来变去了吗？啊，这一局结束啊，游戏。好，刚刚那叫变形跑酷，这个叫变形攻击。攻击？哎、欸，哦，我可以用自己的跑车哦，我还没改完呢、欸。啊，就他啦，刚改完的上场。哎、欸，有 X80，对啊，你看，噔噔，没空打开它，都买了还没打开它。是什么地板？怎么回事？对啊，地板哇、哦，没事没事没事。哦，刚刚显示角度啊，角度问题而已吧。嗯，哎、欸，我刚刚不是？对啊，为什么我变赛车？它是变形啊？这有变形吗？应该是变形，那等于是选车选心酸了。嗯哼，按一使用跳跃，跳！我没跳到，哦，哦你掉下去了，没有开伞哦，你没开伞，开伞了，你没，哇塞！我想说，现在没东西可以踩啊，你在地上跑，走开，空白键啊，看看直接又直接往下掉。哇！再来开伞！哎、欸，撞到墙壁，伞不见了、啊！马上再按一下，马上再按一下就好了。哎、欸，怎么开伞啊？空白键。空白键。按一跳吗？我怎么跳不起来？按一跳，然后空白键是开伞。拜拜拜！天哪、啊，广播还是直播啊？我是整个把音乐关掉了，所以我们。我要钻进这个洞是不是？我不喜欢这降落伞、嗯。咻！哦，变回自己的车了，这一段能有、嗯，一小段一小段。嗯。呜！哇、啊，这么小的吗？嗯。呜！这也太抛发阔的吧？哎、欸，路在正面，看错了。对啊，这样子是不够速度啊。车在跳舞，我的车在跳舞。你的车在跳舞？对。你的车怎么了？他突然就是刚着陆就开始跳舞了。他有点开心哦。对。天哪，还有这种这种技能？呜呼！好，可以。够了，广播。哇，你一直被广播 gank 了。你刚刚没有把音乐关掉吗？没有关啊，正好能出去。这很难哦，哈进，加油，可以。呼呼，哎呦，好不好？啊，很难，什么东西？我觉得很难啊，我已经失败两次了。走，呼呼，等一下按错了，按错了。哎、欸，我第二名哦，我不是最后名吗？嗯、没有啊，我在好吗？敢跟我抢最后啊？呼呼，哎、欸，我又按错了，一直按到空白键。哎耶，哎跳，你在干嘛呀？你最讨厌你这个、啊！哎，你好，专门干扰别人比赛，这个人。我没到。这个人，啊，哎、欸、哎、欸，不是啊，哎呦，哎，嗯，我跑下面，我要跳是不是？哎对，哎、欸、有可以过哎、欸，你又没你又踩到点了，有啊。太过分了，可是下一个点应该踩不到了吧？在上面一点，不碰不到。哎，跳！
哦，对，我刚车给跳齁。你忘记他是跳跳车了？我忘记了。跳。跳回跑道啊。对啊。呜。跳火圈。呜。小海鲨 Go。小海鲨 Go。Go。哦。走墙壁哦。哎呦哎呦哎呦。小海鲨 Go。好别吗？你车车过头啦！啊！冲啊！跳！那是什么？哦，自己的车，好，可以。呜呼！走走喽！推上去，冲啊！哇、哎呦，跑到了呀！影月呢？你走开！你又来撞人了！怎么又来撞人？我只撞过一次哦。说的那么难听。对呀、啊，第二次了好吗？上次撞的是车车嘛？我这也是车车耶。音乐，你觉得屁股热热的、啊？我觉得屁股凉凉的，凉凉的、哦。嗯，要需要一点温暖吗？不要，走开。可以给你的屁股一点温暖、啊。听起来好可怕。这一直往上飞吗？跳了，呜呼！哦，这个人，这个人恶劣啊！这个人超恶劣，直接硬撞过来。没有，我只想到下面的东西勾一下，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这个人。呵呵呵，为什么飞那么低啊？我又跳跳车，怎么啦？没事，等一下我有事到了啦，我给到了，我也给到了，都是你啦，都你的，哦。好好的飞机不开，在那边一直乱。我开得很好齁。哦呦，好像飞得有点快，好像有点快，飞得有点快，飞得有点快、啊！是什么？降落伞？飞得有点……跳伞吗？不会吧？哦。完了，它会越飞越快，我就控制不了了。耶、yeah, ，结束了，最后是降落伞，最后是降落伞。不用玩啦、啊，降落伞一定。啊不对，嘿，怎么跳不起来？跳伞哦，对、啊，跳不起来。哦，繁星，你要那个要走墙壁，走墙壁跳过去。哦，你这样也行啊。降落伞，你啊，我刚才我都讲降落伞了吧？哦，有，也是我看到往下，我不知道这突然怎样？我过了，然后我是滚下山过的，没摸到点。哇，反正还没踩到，啊，飞向太阳，飞向宇宙，你要去哪里？我也来不及啊，没差。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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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嘣！三千七。
6000。8000-8900。GTA 不就是撞人游戏吗？这个太恶意了啦！没有啊，这就是普通同款游戏哦。我刚一直翻车，一直加经验值。对啊，我翻一直翻车，一直加经验。啊，繁星也要休息了吗？对啊。啊，我就我也休息好了。你要休息啊、欸？哇，剩我们两个。哇。哇！然后就抢第一张了，双人双人打困难第一张啊，走啊！这困难也很简单啊，其实我打末日啊，末日第一张啊，你要去玩看看吗？哈基，末日啊，双人末日啊，双人末日，那我可以打队友吗？那我要耍废那当耍废的那个。嗯，那各有各有任务要做啊。不会啦，我可以尽量耍废。那谁开？改车欸。你有办法开吗？变哦。我设施没买。那只能我开啊。嗯。他没有改车点吗？看来是没有。那棒棒。好啦，我这边先关台。拜拜。我改完车再关。完成我的客户差事啊！呜，他已经要了，好，哎呦，啊，这台是电动车吧？没声音哎，呜，哟，没事。这里，哎呦哎呦，撞到了啦！天吗？跳！哎、欸，这个吗？哎呦喂、欸，阿呆啊！好啦，哎、欸，我们是不是要先到公开战局啊？先去拿到材料、前置的东西啊？是啊。哎、欸，等一下，我是不是还卡着之前的那个啊？之前的第二章啊？想要顺便解决了吗？啊、也可以。这个为什么要自己踩自己的地雷啦？杰克踩自己的地雷、啊，害人害己，害到自己啊！真是害人害己啊！你为什么要害人呢，杰克？还要炸吧，炸不到酱母汤啊！这个警察在干嘛啦？嗯啊，那我先撤，然后去整理行李。好，杰克要去约会了。什么约会？啊、上去找你们。哎呦哎呦哎呦找团团约会吧说什么啦哎呦呀找团团约会咯对呀、啊、没机会该死心了对啊你做团团的还想想什么真的跟女生尖叫啊杰克团团啊怕他说哇然后他开始满脑子那个下了拜、嗯、各种画面这样子拜还在擦口水。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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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在山路这边打掉其中一台车的四个轮胎，然后把它推下悬崖。哎、欸，我们前置都没解，所以我们还是要到公开去解。好，好吧。放。地方。哎呦哦哎一二五二五哎嘿。对啊，团结力量大。对啊，团结力量，对耶，团结。对啊，好哦。差点喷口水。你还在啊、哦？对啊，我还在。你怎么还在？我不可以不在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不可以不在？不可以，我不可以在吗？不可以不在。不在欸、我先换到公开。可以不在，但你不可以不在。
难。不要流口水，不要流口水。他一想到要跟团团住几天就很开心。对啊，特地上来的吗？啊，我知道了，因为那天可以去签字，对不对？去登记。哎、欸欸，对。哦，难怪刚好是特别挑那天。哇、啊，原来哦。哇，多傻！害羞了、欸，哎，好玩的。害羞了，不用害羞了，这已经可以那个正式了啦，对啊。对啊，对啊。并没有，好吗？没有，有啊。有，真的有啊。我说我知道有这件事情啊。对啊，可以签嘛，但是我没有跟团团签的意思啊。那是跟谁？那跟谁啊？跟我的左右手才可以吗？哦，左手牵右手啊，对不对？哦，那你还是单身欸。对啊。感觉你在暗示什么东西？我在暗示什么吗？我问你啊，我暗示什么吗？啊，身份证应当借贷啊！嗯，好哦，可能是同一个身份证吧。那营业开好了，帮你讲一下。好，一下哦。你在左右手还是男生染色体吗？好了，可以过来了。好，等我一下，我买个货物。好，无极，决定。雅思你叫唔贪哦。左右手穿婚纱哦。本王你也是哦，唔贪哦。什么唔贪？讲的什么东西？嗯，他们很唔贪哦。可以念出来听听吗？不好，这个东西不好念。不是我的本意，但完成功了。往左右手穿婚纱，戴手套啊。对耶，对哦，直接开战斗机就好了。那你可以开始亲你的新娘了，然后两个就开始。啪啪啪啪啪的亲，太好安静哦，没有跑车的感觉、啊。你买哪一台？跟那个八什么的啊，290万的那一台。哦，好开吗？很轻很快，过弯你只要稍微刹车一下就过弯过去。Oh. 不能甩尾而已。哇，吓死我了！啊，你抖内也不打字，感谢抖内。抖内要打字啊！感谢超级留言。对啊，我同时啊。不然你可以再抖一次，说我刚忘记打字之类的啊。他们都干这种事。没有啦，我要关台了。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好啦，因为本来在等他们说确定今天有没有要开台，然后我等了一个下午，然后等到了7:49，7:47云月才说繁星，一定要记得 GTA 哦。我说啊，怎么现在才跟我讲？然后他们是说之前就有讲啊，只是好像我那时候人不在没听到啊，所以现在是。超级超级想睡觉，最近作息就是尽量要正常，因为我礼拜六跟他们约好要去一次逃脱。之前没参加都是因为有一次是遇到布布的那个突然就是生一个很大的病，然后那天是临时取消，然后带他看医生。然后还有一次是好像是作息不正常。我那时候是真的又是日夜颠倒，所以又没有参加到一次逃脱。啊，最近调作息调回来，我前一个下午我没有闲啊，我一个下午都在看那个啊《鬼灭之刃》的那个连载，还没看的赶快去看哦，好看哦。啊，太慢完了，
好啦，就这样子啦。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我要去睡觉了。带你们去看老天台。